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，如果你每一日咧都有化妆出街嘅话咧，就小心慢性中毒。咁慢性中毒有啲乜嘢特征呢？第一，你可能会容易出痘痘啦；第二咧，皮肤容易变得好敏感；第三，甩头发啦，跟住瞓唔到觉啦，失眠啦，甚至系心跳加速，仲有就系令到你个免疫系统咧慢慢咧系降低，容易咗唔舒服嘅。咁有边啲成分你要留意呢？你拣呢一啲咁有咩成分你要留意呢？揀呢一啲化妝品嘅時間，第一就係、是、有冇呢一啲 parabens， 就係化學防腐劑，令到件商品咧可以擺五六七年咧都冇事嘅。第二就係、是、呢一啲咧 mineral oils 礦物油，礦物油咧令到你呢啲化妝品咧係滑啲啦，有啲絲嘅質感啦，但係其實會用到皮膚咧容易老化，咁即係你當你想睇落去靚啲嘅時候，點解知嗰件嘢係中咗毒啦？第三就係、是、啲合成香料，合成香料咧，譬如話聞加落去，你覺得個味道好似好舒服，但係其實嗰啲咧，只不過啲假味嚟嘅話咧，會令到皮膚咧越用越傷。最後咧就係呢一啲咧重金屬啦。如果佢有種呢啲重金屬嘅時候，皮膚會吸到嘅，好容易咧令到皮膚係個乾燥啦、負荷唔到啦，甚至咧係排唔到毒出嚟咧，就有呢一啲咧慢性中毒嘅特徵啦。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天然嘅化妝品啦。咁尤其是粉底咧，你會日日用啦、全面用啦，好危險嘅。咁呢一隻咧，我好中意嘅 Sephora。咁呢一隻嘅 Essential Foundation 好好，佢係零油份嘅。一啲出油啦，容易出痘痘嘅朋友嘅，咁佢里边咧有咩成分咧？有芦荟汁啦、印度间树啦、乳香啦，同埋里边加入星光石同埋泰坦尼达石，咁大概咧你要 SPF 10左右啦，咁同埋好容易推开，同埋你要越用啲皮肤咧系越靓越年轻。你有试过客人用完之后，因为佢缺水啊，因为里边有大量咧植物嘅透明质酸，佢突然间个苹果肌咧系升咗、firm 咗，真系好突然啊，好奇怪。原来佢咧平时拣嘅化妆品咧系补唔到水之余，仲會咧係會令肌膚係急速老化，所以呢、這、一個如果你係油性肌膚啦，或者容易出痘痘嘅肌膚咧，可以選用呢一隻嘅。如果比較成熟啦，或者係乾嘅肌膚，可以用埋佢個 CC cream， 佢個 CC cream 咧加咗特別嘅油啦，咁係就咩油呢？椰子油同埋呢個早早巴油啦，仲有呢一個橄欖油，令到咧你嘅毛孔同埋呢一啲咧細紋咧都會唔見咗，同埋個 coverage 會高好多嘅 CC cream。咁仲有咩系列咧？就係、是、可以用手上嘅碎粉呢、這個積雪草，可以幫你抗污染啦，同埋咧舒緩敏感嘅肌膚。好多人都話依盒碎粉可以用幾年都冇問題，呢一盒碎粉你一定會翻嚟買，因為好快用曬，同埋你可以好方便帶出街，用手上輕輕咧都可以咧上到唔棘粉，係好正嘅呢盒碎粉。咁同埋呢個牌子咧 ，Sephora 都攞曬 EcoSure 嘅成分，咁佢有機成分咧係達到咧70%以上嘅。